今天的这支影片形式上稍微有点不同。我一直以来很少着重在球迷的部分，这支影片将会呈现球迷应援的第一人称视角。希望这支影片能让大家感受到球迷应援本身的有趣之处。开始咯。今天这场比赛的对手是水户，而这场比赛我们则要挑战九场主场比赛以来的第一场胜利。考虑到接下来两个主场分别要对上联赛最强的清水跟强敌冈山，这场比赛也许是破解主场不胜的最佳时机了。这场比赛开始，球场旁的飞田急车站内出现了很多东京 V 的广告牌跟标语，本来在这里比较稀有的绿色终于开始多起来了。今天到底有没有办法打破主场一直赢不了球的魔咒呢？我现在真的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接下来要入场了，我要安静看球咯。可惜我的尺寸也没有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因为这是所谓的长路牛，它的产地是茨城县，它今天的对手刚好是水户。今天要把一到四号。全部至少喝过一点。毕竟，我上一次去年的琉球站来的时候，我太晚进来了，喝到后面只剩两款。那家店以后变成我的口袋名单二号，不然老是几次八次跑的话也太无聊了。这个爸爸吧，他这个名字也挺甜蜜的，他老了。
你不想想看，有一支 J1 俱乐部的 home town 是 Komai Chogu Nishi Tokyo Tokyo 代表だって。回来的路上，我还是沉浸在沮丧的心情中。要拼升级的球队主场战绩却这么糟糕，到底要怎么样才好？还是来看一下晴空塔，稍微转换一下心情。话说今天同时也是时隔四年再度上演的羽田川后火大会，听说周边地区涌入人数近百万，希望下周主场可以赢球。这场比赛结束后，我们在主场的不胜记录已经来到九场，下一场要对全联赛战力最强的清水，我实在不太想聊什么，就来聊聊下周一个重磅消息吧。上周知名动画 IP 间谍加加九宣布跟今年满30周年的 J 联赛达成合作，包括东京 V 在内的45间俱乐部将会推出其联名商品。这次的联名商品有4款，首先是角色身穿绿色球衣的圆形方形胸罩。
接下来是角色的钥匙圈跟毛巾，冲着那个可爱的阿娘，就算早三小时出门排队也值得。再来则是我近期异常热爱的长袖训练衣系列了，而且不止绿色，限定的赛前热身白色款竟然也有贩售。因为太想测试全景相机，就做了这支跟平常完全不同、以场边应援为主的影片了。想当初拍影片就是为了要分享球迷的生活，不知道大家对这内容感觉如何呢？好了，影片也够长，不要再废话，那就下周清水站再见了。